关系，是我们决定要惩罚。怎样？酸甜苦辣呀？芥末一看就知道了。88秒之内把身上的便利贴走完。还没开始啦！老婆危险时要奋不顾身，慷慨牺牲，不得有贪生怕死之行为。老婆很累时要笑脸迎人，按摩捶背，不得有男人主义之行为。老婆打火时要任其蹂躏，谢主隆恩，不得有反手瞪眼之行为。这辈子只爱老婆一个人，绝对不会笑想别的女人，这句话绝对是真的。养育之恩，希望在家可以身体健康。我祝福你，你嫁东西，爱就爱感情，娶媳妇赚大钱，嫁好尪，嫁袂空。